Sir 你好，我哋嚟到交換呢個單位好特別喎。係啊，你好啊 ，Carol 啊，咁我呢個單位咧就450尺兩房一廳嘅，我首先帶你去參觀下我哋個閣樓先啦。我哋利用樓底高嘅優勢，喺客房原本嘅位置起咗個閣樓，增加咗客廳嘅空間感。上層係工作區，配以原木書台，將來户主有小朋友嘅時候，就可以換咗張床架，變做小朋友嘅空間。中层是收藏区，展示了屋主的私人珍藏。我们分别做了不同的间隔，可以放波鞋、雪卡、红酒和女士喜爱的手袋等等。阁楼的下层，我们预留了足够的空间，可以放4尺×6尺的床褥。暂时我们放着其他东西先。其实这个书架同时都是主人房的门。我们没有用传统的衣柜，改用了钛金属订造这组挂架，增加房间的空间感。就算放了6尺雙人床，仲好充動添。